第30题，31题是题主，下图是兰雅国中到神秘 M 餐厅的路线图，参考地图回答30到31题。第30题问，地图上显示的450公尺代表什么意义？图上面显示兰雅国中到神秘 M 餐厅经过一段曲曲折折的路，它标示了450公尺，表示这个曲折的路总共有450公尺长。这个是曲折的路，不是从兰雅国中到神秘 M 餐厅的直线距离，所以它不代表位移的大小，而代表的是每一个我手所够的距离总共有450公尺，也就是路径长450公尺。因此第30题问我们说，地图上显示的450公尺代表什么意义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兰雅国中出发到餐厅路径长450公尺。